Netflix 的问题 ，RMLIZDY 早安木金木宁小易桂桂鱼小易早安，哈哈早安唐尼龙早安，哎、欸、真的很想吃寿司，看到桂鱼就想吃寿司，昨天就想吃寿司了，现在还没有声音哦，对是云爵，哎、欸、对是云爵是真题耶。没有放闪的意思，因为就是现在已经习惯了，就是等衣服放在那边一坨，然后就是啊要起床，然后穿一件想穿 T 恤，然后找哎不是 T 恤不是 T 恤哎 T 恤找到了，然后就把 T 恤穿上去，已经不会想它是什么衣服了。DGH 早安，谢谢贝，谢谢你们送了一个浪鸡拉脚，浪鸡拉，笑死。传说一早安，明明就是在放闪，没有，我没有意识到。我今天穿上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想，就是一件白色 T 恤，哎，合同，然后就穿上去，没有想说啊要放个闪好了，没有这个想法，真的没有这个想法，真的真的。嗨勇哥，嗨 LQK 男子，什么东西？法儿不要啦！不要叫我法儿，好恶心啊！这什么茂林瑶？早安 ，Uren 早安。杰六六八早安。这是气泡水，不是酒，好吗？这是气泡水。杰六六八，南国电视，天翔烈火，早安。今天早餐要吃什么呢？今天天气很暖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标签改掉。三松。太好了，响亮！勇哥上行天下，夜莺太子早安，一神早安。昨天三松一起出去玩了，难得有出游。上一次是去南投嘛，然后这一次就除了一些去日常去吃个晚餐之类的，所以有一个比较规划性的去出去玩，就是昨天我们去士林那附近玩，我们那前一天讨论到半夜，然后我直接睡着，然后只剩高文爵跟郑伟在讨论隔天要去哪里玩，然后我就是负责玩的那个，我真的只是负责玩的，我什么都没有参与到，我参与到的只有说啊，所以到底要去哪里玩？啊，所以要到底去哪里玩？只有这句话而已。然后呢？然后回就是讨论之前我回家，那我就直接先睡着，我直接睡死。然后刚刚就在讨论，叫群组讨论，然后叫不醒我，然后我还凶他，听说我还凶他，但我忘记了。然后反正我继续睡到。他们已经讨论完了，然后他们说他们要去科教馆，然后结束之后就去士林夜市啊，就去儿童乐园，儿童新乐园玩，因为我没有去过，我长大之后就没有去过儿童新乐园了，我只有四年级还三年级有去过，然后那时候不是好像儿童新乐园休馆还是什么整修之类的，然后就没有去过了。
善存刘德华，早安半边天，桃花哥 ，Hello， 谢谢 QQ 男子送的枫叶，什么冷云，早安 ，Wesley， 早安。MQ girl 早安，中勋，天蝎座中勋，水锤 salt 早安，好玩吗？好玩吗？超好玩，超好玩的。科教馆，我以为我没有去过，但其实高中有一次，全班一起来台北，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应该也没有到全班了，一些人来台北，然后就去科教馆，我才知道那个地方叫科教馆。就是很多科学的东西啊，那些小玩具啊，那有些，这都是讲一些科学定很酷的冷知识，小定理啊，或是一些半导体什么什么什么教学的。喇叭吹牛，早安，唐明爱。三松狮子，三只松狮犬，不要啦，好丑哦！在此对跟喜欢松狮犬的伙伴们道个歉。三罐肉松什么？三松是松饼，三个人然后松饼。三松是我跟熊妹跟高云爵叫三松，因为有一次蛮久之前的。有一次跟他们两个一起去吃松饼，然后他们因为就是他们都喜欢吃松饼，然后我也蛮不错喜欢的，我就跟去，然后他们就我们开始是要传照片还是说，那就继续聊啊，在上面聊，然后就创了一个群组叫做松饼好好吃，松饼好好吃，然后就。其实我们没有固定要取名字什么的，然后就好吧，那就叫三松吧，这样子。三松，对，没有代言哦，没有代言，笑死。可能带他爸去解剖馆更有趣，解剖馆科教馆里面有吗？那个什么，有看到一些图啦，一点点的，很少的图有跟解剖有关，可是没有。关于生物方面的，我觉得没有很深入，可是物理可能物理吧，物理化学比较多。像半，我就完全看不懂半导体跟什么电池、电路那些电学，我超烂，巨烂，超烂，所以我看不懂。我以为他们很难，可能也很难吧。可是它生物里面写的东西相对蛮简单的，就是蛮国中生物、高中生物的。什么脸皮很松没礼貌，羡慕一起出游，好好玩呢、喔，真的好好玩呢、喔。可去儿童新乐园之后，熊妹根本就不像小孩子，我才像小孩子，我超弱，我真的我要被扛走了。群组就我们三个，对，就是我们三个人小群组，很像 SSK 啦，他们这样子吧，我们就三松这样。爸爸云爵什么？爸妈带小孩他。四月谢谢送的狗骨头跟猫海罐头。你们群组越创越多，还好吧？这个很早就创了。我很不喜欢创群组，可是这个群组很久就创，而且这很重要，这是我爸置顶的群组，跟公司的群组一样重要。我爸置顶哎。而且很多群组就创线，然后就解散，因为只是为了传照片而已。鳄鱼是有谢分享直播间不夜雨侠树老沙抽离，谢谢送了狗骨头，像小孩很好啊，很好啊，没不好的、啊。嗨，暗红浩毅，唐盼风病有春早，还是叫三雷比较好。来不及，因为我们的群组名称不会改，就叫松饼好好吃。你们可以叫我三雷啊，
没有问题，看杰哥愿不愿意，看熊妹愿不愿意。哈喽哈喽， Hello, 不是约，原来不会约去吃松，约出去吃松饼，会啊，还是会啦，很少，因为松饼好贵，就是我们喜欢吃的那间松饼店很贵，可是我觉得它的面比较好吃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咸食啦。嗨，早安。我们去了那个什么儿童新乐园，然后我们一直觉得熊妹会就是最晕最惨的那个，然后我知道我很容易晕，但是我没有想到熊妹比我还厉害。他还说他坐之前跟安安去游乐园还是去哪里，然后坐云霄飞车怎样，他就快吐了，他就要吐了，还是快吐了，还坐海盗船，我们没有坐海盗船。我们第一站就先去坐摩天轮，我真的很喜欢摩天轮，可是它摩天轮它包的好紧的，就是它底下不是透明的，旁边也没有透明，所以你坐着基本上只能看到就是水平视线以上的东西。贵的就面粉而已，对啊，还有装饰这样。两条，嗨，白男男白翼，左翼男，早安。看人家没有呢，哪个人家没有呢？什么人家没有呢？冰泪怀寒，早安。我吃一次花费还行，我也希望还行，但好像不太行。七七肉肉，早安。啾咪犬，早安。然后我们去玩摩天轮之后，摩天轮好快哦！我意外觉得摩天轮很快哦。可能我之前就是因为儿童新乐园还是给儿童玩的吧，然后就比较小。对，那我转圈圈。和香港鸡蛋仔差不多，香港鸡蛋仔跟台湾的鸡蛋仔价格差很多吗？台湾的话很便宜耶，可是这里的松饼带两三百，不知道在贵什么。Crystal 早安，哈流片送了玫瑰，以为熊妹会倒得比你快啊，看人家没有，对啊，没有啊，就我先倒耶，傻眼。我在旋转系的很不行，但是那种速度型那种我可以。说台湾的、啊、哦，我以为说香港那边的，在我这边是买饮料的，是哦。最近入坑寿司郎，餐费暴涨。哦，我也很喜欢寿司郎，但是我真的是踏不进去，我踏进去就是可能400块就没了。真的是很好吃哎！我这种超喜欢吃寿司的人，超喜欢寿司郎，或是其他的寿司店。洛克早安，罗杰早安。店名就是香港鸡蛋仔哦。太酷了吧！然后是买饮料的。上面风景好吗？你说摩天轮吗？还好，因为它的贴那个胶吗？就是把风景挡住了。我以为它整个都是玻璃的，可能就小孩子会吓死吧，所以可能就贴一下也好。对，然后之后我们就下来啦，然后就去干嘛？去玩一个很恐怖的，就是。它是一个圆圈圆盘，然后大家都掉在下面，然后就升起来，然后就是这样转，然后会上下上下上下转。谢谢水锤开通了一个月的粉丝团，谢谢水锤。爱吃的应该是吃精致的，我爱吃的应该是精致的握寿司。其实寿司类我都觉得没有问题，但是不要有什么奇怪的臭味，或是。鱼腥味没有处理好，或是诸如此类的，就不要不新鲜，基本上，然后醋饭不要跟那个寿司搭起来很奇怪，那就没有问题。你看店员说给我醋饭就好，鱼我自己携带现杀，我没有这么勇猛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我就从哪里生鲑鱼出来？哎、欸，可是我很想试试看、欸，如果自己吃，
吃那个现杀的鱼，自己杀自己吃，那一定不一样。可是我一定会处理的很难弄。你们在上面有觉得很浪漫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都在喷垃圾话。对啊，就好朋友一起出去玩啊，很嗨就很嗨，像国中生毕业旅行，然后再安静一点。国中生好吵、喔，我已经脱离了那个还很小孩子很闹很闹的时候。那有点酷哦，觉得静静的在旁边看他们快乐。现杀新鲜的不会比较好吃，我有吃过现杀的鬼头刀，觉得还好，可是不知道其他鱼怎么样，因为它就是一头一条鬼头刀，然后做成煮汤，然后煮炒的，然后还怎样的，然后再煮一道生的生鱼片，超好吃，就是。因为学生啊，那时候去渔港，整个就是看到一堆鱼，然后很想吃鱼，然后结果最后老师给我们一个 surprise， 可以说哎、欸、可以吃，带你们去吃现杀的一条这样子，超快乐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玩旋转木马，因为我已经快不行了，我不能再玩任何旋转系的东西。居然没有讲情话，跟谁？请问，寿司跟牛肉一样，都要一个收成时间才会好吃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长知识了，长知识了，真正长知识哎！我不知道鱼也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去玩的那个，会就你会坐在一个座位上，然后上面绑一条绳子，然后你会这样子飞，你会这样子飞的那种东西，然后你就会呈现斜斜的角度这样子飞，然后我脚感觉就会差一点要踹到那个旁边的屋檐，还有那个镜，那什么？镜子，头发很容易晕吗？头发超容易晕的啊，超级巨容易晕。就是走山路一定会晕，我一定要睡着，不然你吃晕车药也会晕。对，然后状态不好的话，坐捷运、坐轿车都会晕。坐旋转木马也会晕。那玩玩那个很速度很快的那个车，又去玩一个很类似速度快的东西，只是它是不是飞起来，它是固定在一个圆盘地上的圆盘上面，然后周围的一圈大家都做一个环状的东西，然后就是转很快，然后会可能会有点平移这样子，然后自己也在旋转，然后还有点上下，就是快，可是因为很快，然后我的下巴有点不太舒服。类似咖啡杯，但是也不是，我们也没有玩咖啡杯，都是玩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东西。还有，也是像咖啡杯，可是它有上下，它不是像咖啡杯这样在平的旋转，它有上下的。我玩完那个之后，我真的是不行了，我超晕超累，然后一直想喝水，就水喝完了，就尴尬，三个人都超想喝水啦。就是跟熊妹说，那我们下一站要去哪里？熊妹说便利商店，我们要买水。我出门很辛苦，对。最近还好啦，最近坐捷运不会晕，还不错，身体不错，蛮不错的。真的觉得很好笑，超弱啦，而且都没有玩到什么，除了摩天轮以外的经典项目，没有玩大怒蛇，没有玩云霄飞车，没有玩旋转木马，也没有玩那个咖啡杯。我们还玩碰碰车，好好玩哦！我第一次玩碰碰车，没有卡在墙壁出不来，好快乐，真的是很快乐。然后那个什么，转方向盘转得很顺。虽然说有时候可能会想要往左转，可是其实方向盘已经往右边转三圈、转两圈了。然后就想往左转，就是直直走之类的，就顶多是一些这种差错。对，你们最高兴的应该是熊妹，没有是高云爵，她是最小的小孩。然后熊妹其实很怕，她是很怕去坐上某一个
游乐设施，但是其实他坐上去之后也没有晕得比我惨。对，我是不怕，但是我真的是生理上的不行，太晕了，太想吐了。碰碰车撞一下，我差点没有整个吐出来。刚刚觉得是小朋友，每个都玩的耶，那么尖叫，然后很开心，这样子笑得灿烂。那我们两个就，要死了。因为感觉好像蛮常去，有以前蛮常去游乐园的，然后就是像是地头蛇，然后会，然后说哪个很好玩，哪个很好玩，带哪个去玩，哪个要钱去玩这样子之类的。对。可基本上还是看我们的啊，因为我们是弱者，我们是需要被关怀的人，我们已经快不行了，我们再玩真的是要，他要帮我们扫地了。云雀不是去过了吗？对啊，他去过很多次啦，以前呢，所以他原本没有想要去，在讨论行程的时候，原本没有很想去儿童新乐园，因为他已经去过很多次了，然后。最后还是去啦，因为我们想去科教馆，那旁边那当然是顺便去一下儿童乐园啊，然后在士林那边嘛，就不如就去个健潭，去吃个士林夜市啊。然后我们也是把昨天那花了很多钱在玩那个夜市游戏，好难得，我觉得翻麻将好好玩哦，虽然说我没有中，可是好好玩的哦。然后还有什么啊？可是翻麻将，我们去玩那些游戏，动机都是为了一个很可爱的鹅。现在夜市出现一只很可爱的鹅的娃娃，还是鸭？应该是鹅吧？很可爱的鹅的娃娃，超可爱，真的很想把它带回家。它那种很大只可以抱的，我们三个看的都在那边尖叫，真的是很可爱，但是又带不走，因为很难转到，就是很难，jumping 太高难度了。他们在出入口等他玩，你们在出入口等他玩玩呢、啊。可是就是他是一种，就是他很享受在里面，可是他其实都玩过，都 OK 这样子。然后就是三个都还是玩得很开心的，虽然说他也玩过很多次了，但刺激感还是一定有的吧。是那种。玩一次可以付一次钱，还是买一次票可以全玩的，都有。我们这次是玩一次玩一次钱的，对。然后小时候我记得都是一次票就可以全部玩，小时候我都是用这种的，可能知道自己体力有上限吧。然后对，鸭子是比较可爱，但是它的娃娃是鹅，对，其实看起来差不多，就是一只白色长条状的鹅。就脖子细细的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身体也没有很大，就是这样子，那脚脚很可爱，完全没有夜市的感觉，还好吧？啊，对啦，摊贩变多，然后商店也变得比较那种，就是一个商店的那种感觉，不是摆摊，有一些就是，因为它摊贩的种类好少哦，意外的。就是我以为他摊贩种类会比较多一点，但是没有。我觉得淡水老街也很好逛，然后看到很多那个什么欧巴起司条嘛，我觉得那起司条好好吃哦。虽然只有熊妹点，然后我们都吃它的，可是它好好吃哦。那我喜欢吃烤鸟蛋，然后它有一个地下室的美食街，虽然说每一间店的卖的东西都差不多。但是有一间的蛤蜊汤很好喝，超好喝，超甜超咸，然后一碗，然后里面都是很大颗的蛤蜊，然后50块，很便宜耶，我觉得可以，我愿意付这个钱。我想去动物园嘛，不会想哎，就看动物关在那边，不太高兴。游园也是，你说游戏的部分吗？还是什么？士林很少人去吧？什么意思？你说不太会有人会去士林夜市吗？
是否聊过连假，是不是决定去台中？没有，我要回家，那自己回去。因为我大学感觉就是比他忙啊，然后他直接说啊，你都没有时间可以出去玩。然后熊妹也是一样啊，他就说我都没有时间出去玩。然后我想说春假啊，春假出去玩。我很久之前就在说好啊，就春假出去玩啊。然后他之前跟我说他隔天，他明天就是29号就要走了，我真的傻眼。他说啊，你不是说要出去玩？我小小的被气到，现在没了，现在就改变规划，不然真的是会傻眼。她才是女生好吗？我说高允爵，你们应该很少有想逛的吧？你说夜市吗？夜市我很喜欢呢、欸，我很喜欢夜市的食物啊，吃那烤肉串啊，然后，可是我觉得。我不知道欸，摊贩好少。欸，昨天是星期日，还是我们没有逛完？我就是那一坨街啊，应该就是士林夜市，什么豪沙大鸡排那边附近那一区，应该就是没错啊。我记得我之前也有去经过旁边那条路，但是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多摊贩嘛，还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？年龄不同，想玩的也不一样。嗯，也是啦。你说我们跟你们嘛，还是我们是蛮相近的、啊，我们都蛮想逛的、啊。是因为很多都熟了，有可能，因为真的觉得好少，种类也好少。那个堂堂的士林夜市，应该不会这么少。亲切的一块 ，Hello 田中豆里王。还在争这个，现在没有了啦，就是反正我就是要回家啦，没有办法改票了，没有票可以改，我连回来的票都还没订耶，糟糕，他订不到，呼呼，夜市，而且很酷哦，夜市我以前最不会用的玩的就是射枪，对，biu biu biu这样，完全不会，就是会乱射一通，那我现在射超准的耶，就是。高人觉得说他很厉害，然后他去射，然后就大概10发只有中5发这样，还6发，因为他有准，他虽然没有红外线，但是他有准心，就是准心对着这样射就可以了。然后又20颗子弹，然后我就接手后面的10几颗，15颗子弹，对，反正就射超不准。然后我就说，哎、欸，那我试试看好了，结果每发都中。虽然说这样，因为他先射掉几颗，所以还是少了几分，但是就是很开心，我可以射这么多，嗯，然后换来了一副扑克牌，还不错啦。虽然说还是比较想要那个鸭子，但是鹅的娃娃，可是射到鸭子，射到扑克牌也还可以啦，而且很爽哎、欸，就是这样 ，biu 破一个，爽，超爽。运气很准，还好吧？还是射6个中4个，还是中2个？忘记了，还是中1个？就是反射很准，就是看他一直那个 BB 枪的子弹一直打到那个跑海绵里面，傻眼。然后他说他想射弓箭，他没有射过弓箭，然后结果我们就怎么找都找不到弓箭的。其实也不是说他很准，他说。射飞镖它不行，但射那个枪可以。对，好，那你就射啊，然后就射不准了。立 flag， 对啊，是立 flag 啊，超大的 flag。然后还有，可是飞镖的话，我就变得比较不准。以前飞镖比较准，对，就是可能是因为。标不一样吧，因为我之前在丢飞镖是用自己的标，就是自己有飞镖，然后习惯它的那个力度，可它的那个重心跟我自己的跟夜市飞镖差超级巨多，对，是三组比较行，对啊，我就说发挥你的基因好吗？你的祖先如果
如果没有猎到，他就不会活到现在了。他就不会有你，你们可以传下来了。说不定是小时候被家人快点灌米汤，笑死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公建游乐场、牧场好像会有，嗯，是会有，那就不是只有夜市了，嗯。好，小优秀早安。可是，就是我想想，我们有经过两次，我记得经过两次有一个那个社工建的摊位，然后我就是找不到了。应该不会让你用地带，应该是不会。主林不赏脸，笑死。主林想说，这个小孩吼不行。然后熊妹竟然翻麻将，有翻到一条线，超厉害的。我一条都没有，只是我听了好多条，可恶。在高觉发挥潜意识本能，他没办法。哎，我对不起祖先。不过我们也是没有射到弓箭的，我们不是他射不准，是手枪射不准，不是弓箭射不准，弓箭根本就没有射。下次可以试试看。我之前弓箭也射得蛮不错的，但是就是去阿里山上有民宿，是我们家妈妈的朋友吧，然后就他有射箭的地方，对，可是是那种竹子做的弓箭，一个扁条这样子，然后蛮有绑很漂亮的绳子、麻绳之类的，很传统的弓箭，不是那种夜市那种 Sogano， 就是比较漂亮的、比较现代一点的弓箭。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射过现代的弓箭，对，我只有射过那个竹条的，不过射的还不错。傻人有傻福，真的是傻福哎！是炫波波店长早安，我现在还没有决定早餐要吃什么。我现在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煮东西，煮汤、煮鱼汤，然后一个是喝优酪乳，然后配煎蛋，就是比较早餐一点的早餐。另一个是鱼汤，因为优酪乳跟鱼都是一个有点快过期的东西，再不煮真是快不行。竹条那个很难欸，没力气。欸，我不知道我的这边还蛮壮的，这一块还蛮壮的，然后就是可以把它撑开，我自己都很意外。我现在很不壮，我现在很瘦，对，以前健身全部都没了。可是我社工健身在健身之前的东西超小，就是我也不够，就是可能也不标准，就是我也不太会，不知道怎么样才标准，可是就是可以射。啊，当然是不会拿那么大把的，他们的弓有些都超过人身高，就是很不给不同身高的人吧。我那时候是拿比较小，但是也没有说多小，就是比较适合矮的人射的弓箭这样子。甜的是甜的，优酪乳，一定是虾。现在才看到那位 XXL 领袖的圣诞 T， 对啊，应该是虾的，没有啦，画面太白看不到。他们只有白色跟黑色。谢谢天蝎王分享的直播间，还是甜的啦。鱼昨前几天吃也还是可以啦，但是他已经放了，就是超过期三天这样子，然后怕它会臭掉。然后优酪乳的话，我是一直都没有看到保存期限，我不敢看。谢谢天蝎王送的小浪花跟玫瑰，谢谢勇哥送的玫瑰。今天喝很酸，还有我现在都不敢喝。你是吃原味吧？无加糖，自己做的话是酸酸的，没错。哦，不对，那是优格。优酪乳的话，我没有喝过酸的。台北有让人射箭的场，可以去玩玩，耶！好欸，我觉得可以耶。好欸，春假有事做了，一两天。
谢谢我谢送的枫叶，浪迹来脚印跟比心，大阿华版切早安。那我想说，春假出去玩，我想出去玩是那种去住外面一天那种的，可能就是三松一起出去玩，去个两天一夜，可能去宜兰啊、桃园之类那种比较近一点的地方，或是新竹、花莲，花莲还好，花莲不太有点腻，对啊。那很多地方可以玩啊，或者去哦，想去住外面的那种什么民宿，还是背包客栈那种东西。交通工具，公车、脚踏车，没有交通工具的。放冷藏应该还好，有放冷藏，没放冷藏那真的是不用吃了，现在超热欸，不能随便调地点，对啊，就是要先规划好，那现在没算了，反正我要回家。去到哪里都不想玩了，你坐脚踏车吗？还好吧，脚踏车如果是也没有说要去很多个景点玩啊，就可能去一个定点啊，这样子，然后去附近过一天这样子，这种感觉。北极熊早安，啊，熊妹不会骑脚踏车，不行。突然想到，只有我跟高允爵会，然后熊妹不会。看过企鹅 MV 就知道，那个谁会骑脚踏车，谁不会骑脚踏车，不会骑都被宰了。公车就不用想了，为什么？公车不错啊，公车真的是蛮不错的、啊。哦，然后我昨天去市集夜市买了一个戒指，因为我的戒指一直都没有尾戒，因为尾戒很久之前就不见了。对，可是它有点大，就是它是个光朴实无华的一颗戒指，什么都没有。对，可是就细细的。蛮不错的，我就戴上去。我应该要戴三号，这有点大，四号有点太大。可能昨天水肿吧，今天觉得好松哦，糟糕。难怪雨晴会被马油宰，对啊，七七不会骑脚踏车，没错，你想的没错。熊妹也不会骑脚踏车给云爵宰。其实我们会载人的很少，高允爵士到那时候才举手说他可以再看看，对。那之前在讨论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人会载，我之前给高允爵载啊，真的差点命上台东的马路。不在市区租就租车，在郊区上家人一起去，哦，也是啦。可是我们不会开车啊。我没有驾照，高允爵也没有呢。熊妹还没成年呢。对，好，不管，然后反正就是没有要出去玩了。嗯，因为我要回家，我以为高允爵要回家，我就好啊，你回家那我就回家、啊，不要出去玩呢、啊。那我就订票，结果他说他还没订，气死。命上台东马路太恐怖。看 MV 觉得载人很危险，其实还好，那时候那个脚踏车真的很好骑，我都载了，我成功载熊妹了，我超快乐，我直接大喊我会载人的，我会载人的耶，这样子超吵，我觉得那时候很失礼，很失礼，很像失控的小屁孩。你觉得负起身为妈妈的责任载小孩，真的耶。平衡感 OK 就能载人，我不 OK， 可是我可以自己骑家车，然后放手骑，这个应该没有关系。可是，对，就不会载人。后面有个人，那个重心好奇怪哦。你们机车驾照都很少人有，机车驾照我不知道哎，应该吧。我原本暑假上个暑假要去考汽车驾照，就是去回台东练车，可是结果我都在台北，就没有时间练车啊。
然后机车驾照是没有，我妈妈不让我考，她说太危险了，要就开车，开车才可怕吧，机车很方便耶，在台东超需要机车驾照的，台东你骑脚踏车就有点慢，那还可以，但是如果你有只有一台脚踏车跟两个人，那就很尴尬，我们就用走的，走要走一辈子，超久。台北教练费比较贵，不用教练费啊，自己骑就好了、啊。你说机车的话，自己骑就好了。我会骑车，骑机车就是没有驾照，没有驾照，但是驾照对驾照，但是还是会骑一点。之前在台东有练过，但是就没有要考啊啊！那个什么驾训班就很贵，又没有时间，我还要上课嘞，还要上课跟工作嘞。而且也没有钱买车啊，重点是没有钱买车，然后算了，也没有车可以开，那就不要，先不要考了，远离大型公车就好了。跟妈妈讲，说不要，还是不准啊。如果要骑机车的话，我就想骑挡车，炫爆了！嗨，可爱男子，可爱猫的臭美女，早安！我要饿死了，我要去煮早餐。音乐先等等啊！那家里的车只有一台啊，妈妈要用啊，而且我们家只有一台车哦。那爸爸妈妈是分开的哦，那车都在妈妈那边，那爸爸只有机车，就这样。我家里没有车啦。身体好差，一直别的。哎呀！好黑，超黑。他还说回笼觉没有，我去拿个水喝。嗨，朋友，我很想说去换件衣服，但我找不到黑色 T 恤。哎，我外套。嘿，要不然想一下，想跟你跟一样好了。电动车改报，笑死！哦，直接变白，赞哦！你都买自己矿泉水还是烧开水喝？虽然我们家我之前是烧开水，但是烧开水之后有个很奇怪的味道，很臭，就是那个热水器的味道很奇怪。对，然后就不想烧开水，就买大桶的水来喝。好啦，所以现在要煮什么呢？我还不知道，脑袋一片空白。鱼肉，蛋剩多少？看起来，两颗好，那我只要一颗。啊！
好吧，好哦，就这样啊，好啊，这个破掉啊，给我手滑，笑死。水龙头打开能喝吗？不行啊，不能喝啊，是要先烧过啊。鱼片，煮个汤，看一下优乳几号过期了。太久了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它快过期了，可是它已经放很久了。酷哦，油露露，香。嘿，嗨，坤坤，煎荷包蛋没有？它已经破掉了，不想煎它。荷包蛋的话，我想要它是完整的。先来切个葱啊，先切个姜，先煮个鱼汤好了。嗨，小叶、坤坤、季风亮、Steven。蒜加蒜姜蒜姜姜加蒜头的鱼汤很像，没有，是葱加姜。对，蒜头的话没有，蒜头的话下次，下次再用。葱比较快坏掉，先用葱。就我小时候的妈妈煮鱼汤都这样子，然后想说，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教我，我就想说就这样煮看看好了，好像也蛮香的，然后就把葱跟姜加进去煮啊。把鱼丢进去啊，就这样。牙漱用品专业阿金，早餐会吃麦片吗？会，但是我没有牛奶。然后我有好多麦片在外面，有一箱吧，一箱的麦片，之前买的。
美食料理台，然后就把葱跟姜下进去煮。然后再把鱼切块，那它这个鲷鱼片其实还蛮新鲜的，就是也不太会有什么腥味，然后加上我本人也不太会调味，就酱肉切一切就进去，鲟鱼肉，所以麦片一直放着。没有，它有牛奶，可是我不想喝它的，自己喝自己的。而且我没有问他，不想直接拿。你之前就会自己做菜，还是住宿才学的？也没有学，就是自己煮看看。以前，不知道，这有点难讲。因为我以前小时候自己在家的时候，就会自己做菜，就是煮个面白面条加酱油，或者煮个蛋之类的，就这种炒蛋之类的。然后就是现在只是也没有进步多少，就是觉得哪里味道不够，再加个味道，还是什么，自己试试看之类的。可是应该也算是说住 TP 宿舍才开始煮，因为在家里才不会煮，在家里就是吃家里的啊，叫外送啊，叫外卖啊。长城中华一番那个招牌歌，笑死哦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样的。Hello， 好香哦 ！Oh my god， 好香，好饿，我肚子在尖叫。对啊，简单的料理，复杂的料理真的要看食谱，我也没有在看食谱的，凭印象。来这边时间就很多，也有很多就是必须自己煮的时候，就是晚上没有外面没有开啊，然后或太冷不想出门啊，这些有点严重的时候，我就一定会自己煮。好吃。
哇，冬粉鱼汤哎，海鲜冬粉，好赞哦！你们会买出去电锅吗？还是东县城？东县城的、啊，没有几样，就这样子就够了。因为其实也没有要做什么很好的菜，就是，对，上次买关于厨具的东西，就是因为思雨要做那个炼狱便当，所以才买了一个便当盒，然后之后就没有买了。什么就这样够了、啊？现在我们这边有锅子，不粘锅，然后这种煮汤的锅子。然后电锅没有用，然后还有小的小电锅比较常用，然后还有比较大也比较深的煎锅，对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嗨，许妹妹公园，顽皮早安，还有西西罗阿米早安。差不多好了吧？哦，哎，大碗去哪里？在这。现在就是这样子，米粉汤，我还是给你们看。多久自己去菜市场还是都超市？我不一定，因为我菜市场的话很少去，因为可能回家时间也晚了这样。然后如果是超市的话，就可能你回家可能晚上已经七八点了，或九点去超市才有东西，菜市场已经关了吧？嗯，感觉很大碗啊，对啊，大家想看碗工爽。我洗碗了。这颗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哦，押韵。放假才能去菜市场的，可是大学生没在跟你客气这一点的啦。多马车，多马很晚才下课。煎蛋的味道哦，听起来就是个美味啊！天哪，现在一个人，对，现在一个人，为什么自己煮有办法这么？觉得自己煮有变健康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食物原本就不是影响我健不健康的关键因素，我是本来身体就很不健康，本身身体不好。我在台中也吃，在以前在家也吃得很健康啊。所以这个没有一定。
身体不好，对，身体不好，多吃素就健康了，有点没办法哈。其实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不太喜欢吃肉，就觉得好恶心哦、喔。然后发现肉的美味，因为肉我觉得很难咬，我小时候下巴不够强壮吧，觉得肉很难咬。看来这不粘锅好像也没有那么不粘，糟糕，有点粘。好，不管，先这样。等下再来清。嘿，耶。Sorry, whoa. 自己弄蛋饼，超爱吃蛋饼，来不及了，我在煮早午餐，因为我等一下去学校，然后去实验课完，不知道几点才会下课，对，可能很晚吧。报名试吃，来啊，来得了就给你吃，就煮给你吃，然后就是最后一面了。你要是早餐兼早午餐了，拜拜，也是可以边看直播啦。这家锅有寿命两三年，那差不多了。它原本就不知道几年，那是房东的，不过它涂料会掉，对吧、啊？它已经掉了，也是啦。不能空烧，容易坏。那我们真的是在疯狂的虐待它、欸，超不懂怎么用啦。大家看一下我的早餐，鱼汤，然后它的姜的味道很浓，然后炒蛋放旁边，然后冬粉汤，冬粉跟香菇跟葱，还有鱼，很多很多的鱼肉。Yes， 超烫。我先去拿个口红，我等一下吃一吃，我的口红一定全部掉。然后顺便拿个水，啊，冷却一点。回来了，嗨，知法犯法，笑死！然后刚不在，感觉是超烫的、啊，但是鱼肉好想吃，超好吃，鲷鱼片，好吃，就要擦口红，还是有在用护唇膏？一定要擦口红啊，不然没有唇色上镜很难看嘞、欸。知法犯法，送个带走我，跟大家讲个小确幸，就是
前几天 reset 公演，上礼拜吧，还上上礼拜，上上礼拜吧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因为戴戒指，不能戴戒指上去嘛，就是配饰要拿掉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好把配戒指拿掉。然后我记得我放在化妆包，里面。然后昨天找就找不到，我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戴戒指，超夸张的。我现在有一个礼拜手空空的。对，啊，这是新买的啦。对，然后就昨天就突然想到，哎，不对啊，那我应该要戴个戒指啊，昨天要出去玩呢、欸。然后就好找不到戒指，好，所以还是两手空空出去玩。想说怎么可能在包包的，我包包有几个袋子，也可能会有出现戒指的可能性。但是就是找不到啊，就找不到，为什么会找不到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觉得应该是放在这里啊，除了这几个地方没有地方可以放了。对，为什么不能带戒指上学？没有啦，上台，就是你不会，如果大家可以带配饰，那大家的服装不都很不整齐吗？所以就是会，就是都不带戒指。上台不是上学好吗？然后。然后我刚刚想说化妆包会不会在我另一个就是那个放刷具的化妆包，想我怎么可能是放，对，上台没有错，就是怎么可能会放在放刷具的，刷具怎么会把东西放在放刷具的化妆包，要也是放这种就是综合一点的，可能里面有隐形眼镜啊，然后什么什么综合一点的化妆包吧，要也是放这里啊，结果我刚刚打开化妆包，刷具的化妆包，不止戒指，连耳环都找到了，小确幸，好啦，算小确幸了。像我现在戴的耳环就不是之前的、啊，就是以前就是新的或旧的耳环，这是旧的，然后这是之前材质没那么好的耳环，那耳朵有点痛吼。是啊，等一下要上学还会擦哦。应该是会啦。可是上学不一定，因为有时候去学校不会戴口罩，太热了，太闷太热会吸不到气，然后就会拿下来就会想要擦口红，但有时候也是可以不擦啦。然后因为口红不是很重，像这样子自然唇色，如果全唇色看起来很自然，就是不会那种看起来身体很差、啊、嘴唇很白啊发紫之类的，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也不太会擦口红。对，可是我这样几率蛮高的，所以我就还是擦一下啦。嗯，啊，直播一定要擦的、啊、直播不擦看起来很丑，只是有时候其实之前吃播吃一吃它都不见了。三松是什么？三松是我跟熊妹跟高云爵的群组叫三松饼，好好吃，所以可是又不知道叫什么松饼，这样也不对，所以就简称三松。对，唉，对，然后就是很快乐找到我的耳环跟戒指，就在刚刚，我很快乐，没有人可以分享我的快乐，高云爵不在，我昨天在跟高云爵抱怨说我的戒指跟耳环都不见了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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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的尾戒也不见了，然后我好、啊，你回去再找就好啦，这样子，然后就回去忘记找，直接睡着，然后今天早上就找到了，松山吗？松山也可以啊，是松山，山松松山都可以啊，可是感觉很多 TP 的组合都是以数字开头的，比如什么山傻啊、山黑啊之类的，那就叫山松吧，这样子，那时候是这样想啦。哦天哪，这冬粉好好吃哦！这个冬粉的味道刚刚好，就是它的硬度也不会太硬或太软，然后刚淋了一点酱油上去，它是日式酱油，它也不会太咸，它有点比较偏甜一点，然后鱼也甜甜的，然后里面还有加香菇，所以它是香菇酱油，加起来也不会太奇怪。你很累吗？可是我在离 WiFi 机很近的地方哎、欸。不说你吃不到，我自己煮的啦。
在这里啦，自己煮的啦，冬粉啊，鱼肉啊，蛋啊，蛋葱跟姜去做那个啊调味啊之类的，英文字母开头的，那我们叫做什么 F J F 就是三次都不一样 F J W 太难了吧。那你要在哪里吃得到？梦里面吧。欢迎来 TP 女子宿舍，但是你大概是那就是会是我们见面的最后一面了，你可能之后就是出镜了。光寿无量，早洛克早安。上台这么多次怎么会忘啊，每次放不一样啊。而且之前我不是带刷一条刷具出去，我是全部塞一起，或是在家里先画好，然后去那边再补，然后之前都是去这边就不补了，去乌梅之后就不补了，或是跟别人借，超爽啊。这个姜味很够，熊妹逼，为什么是熊妹逼啊？贝尔吗？因为不是很好听哎，甜甜的酱油可以，很棒，它这个酱油很蛮甜的，我觉得应该加一点，因为我刚刚真的加超少，因为它是拿来煮汤的，我之前是把它拿来沾面吃的，它很香，我觉得我还要再去买这一罐，但是不能说是哪一排，不然有业配的问题。然后这个酱油，哦，原来 Costco 有卖，但是，好啊，如果用完应该还会先去用买别的酱油替代，再去买这一罐，这罐好好用哦。你有想过三级生的可能性吗？但也不会是你啊，你是什么性别？所以接下来宿舍应该很安静，因为最吵的云九回家了。结果没有，他跟我同时回家，只是他时间不一样而已，同一天回家，然后去的地方也不一样。AKB 四九啊，还有是 AKB 49 Team TP 这样，嘿，怎么可能？柴鱼的不是，是香菇的。柴鱼的话应该更搭，然后我有柴鱼的香松，可以试试看。对，宿舍会很安静。一家感觉应该也会回家，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回家。主角还要戴假发都不用，你太明显了啦，你怎么可能？真的是，不是长发就男，就像女生呢、欸。还要遮瑕膏涂爆，对啊，你的那个袖套，我很压抑，太晚订车票了。根本就没票，回台东根本就没有票。你家平常没回去吗？他平常要上学，他是大学生呢，他也是在台北读大学啊。他现在是天天都住这了，化一点妆，化妆会很不一样。你是化什么妆？请问？日系妆还是重金属？一家转嘉义转车吗？没有，我就是直接去嘉义了，因为外公外婆是住嘉义。今天都是播纯音乐，没有人声。好好吃哦。
是其中第六种想尝试，如果甄选可以甄选的话，傻眼，你可以报看看啊，没有人阻止你报，你真的可以报看，但是上不上的结果就是不多说。你太久没关心他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多关心他。一家一家的台也很有趣。这边等妈妈吗？还是从可能从台北下去比较快？会嘉义吗？我就直接回嘉义啊，外公外婆家。妈妈也去，就大家都回外公外婆家。你研读一下，是只有是怎么加入的？笑死！加油！加油，很有趣哦。那 上次那个很好笑，你说一家直播吗？其实他上次直播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。有一次，就是他如果在外面开，然后我刚好回家的话，我就会看到他在开播。去嘉义跟学姐联动，哎呦，我去嘉义没有开播哎，我春假期间没有开播，春假要放假，春假想放假。其实那时候不敢排春假，是因为车票还没订，然后就没有排春假，还没有排春假的直播，对，就不想把直播时间排在春假里面。因为清明节回去还是平常回嘉义，其实都没有差、欸，就是想回去台东或嘉义就看我心情。对，会不会想回台东了？可是我想回嘉义陪阿公阿妈。小小早安，苦瓜皮带一点点茄子早安。我最近有买一个贴图，很可爱，是一个兔子的，它是我表姐画的，然后就它画得很可爱。叫呆宝兔。对。很可爱，很好用。因为我带它倒太多次、我都加超少好不好。加了一点点，然后把那就是晕开一点点而已的那种量，真的是很少。一定不是这个关系。不要逼你。咸水鱼蛋水鱼那个哈什么意思？咸水鱼蛋水鱼，你笑爆！你说颜值比较高的那个吗？那个东西吗？对啊，我就是播 VK 课的清单啊，它还有六十几分钟，这个清单还有六十几分钟。出谷控的大叔早，对，那真的很好笑。他的冷笑话怎么可以这么多？他现在不在家，他去上课了。他怎么可以这么好笑？真的是很厉害。忘记我要讲什么了哦，就是我不知道，你们觉得我的就是不要看我的脸，
虽然说以前直播还是有人进来说你是男生吗？你怎么胡子这么干净之类的，我真的有人这样子来跟我讲过，主播是男生吗？就是胡子剃得很干净哦，这样子我就 OK 好，我不是男生。然后你们如果把我的荧幕关掉，听声音听起来会有像男生的感觉吗？撇除早上起来声音比较低，你是很帅，但看出来是女生耶。你记得那个是饭，真假的？他现在是入坑了吗？真假的？你居然这么爱生气，朱老师啊！你是男生吗？胡子剃得干净没？不是，还不是。你有小千，你有被这样问过吗？应该不会吧？我以为是音乐，好，直接玩梗而已吧？怎么可能搞错？我不知道，我那时候没有看过那个人，他进来直接问说：“主播好哦，就是感觉像很生疏一样，请问主播是男生吗？”就有一种距离感，不像我们现在聊天这样子的那种距离感。你也爱生气，可是不是女生呀、yeah, ？没错，你是工作时第一天到晚被叫小姐，傻眼是背影吧？还是你长得其实就是去上班都画得很清秀这样子？对啊，我觉得我声音很像，就是不像男生的声音啊。要不然就是，要么就是很还没有，就是小男生的声音。要么就是我不知道，就不像男生的声音啊。可是我还是一天到晚去便利商店，然后就说帅哥多少钱呢？这样子，就是结账的时候，对。哦，戴口罩的关系哦，对耶，有可能戴口罩真的会遮蔽很多东西。Hello， 小易。对啊，然后就还是容易被叫男生，这种第一次来的是白目当有趣吧，有可能。好喝，香味很重。少去的便利商店都会被叫小姐，降100元哦。对啊，是不是？真超好笑的。昨天去夜市玩，就是有一整摊都是在讲那个在玩游戏，射气球啊什么之类的，打气球或丢垒球之类的。然后就是他们不是会拉客人嘛，就是小姐玩一下100块这样子之类的，然后是。直接就直接让想要让你去他的摊子光顾，然后就有一摊在转角的超好笑，然后他就说什么，他说帅哥来玩一下，一起吃100块热气球，有什么奖品都可以拿。然后我渐渐我笑灿烂，超好笑，我忘记我有没有戴口罩了，对，然后那时候穿很紧身，就是我的握手会的衣服，当然你们不知道，握手会的裤子，高俊杰那套裤子，对，那是我的。好，那套裤子很紧身，巨紧身。我知道大家都知道腿很细嘛，我看过公演的或者看过照我的 IG 的知道我腿算蛮细的。然后我穿的衣服也很短，就是白色的，然后有点腰这样子。帅哥要打气球吗之类的，然后就笑笑，然后走过去之后就越走越远，然后帅哥打一个给你女朋友啊，我就笑更灿烂，就好好笑，打一个给女朋友啊，
那娃娃打一个送他，你像这女生长那么漂亮，送一下，送一下她，这样子，女朋友这么漂亮哦，送个送个给她嘛，来玩一下嘛，这样子，然后就好 ，OK， 然后熊妹旁边微笑，我们三个明明就走一起，就云爵站中间，然后我跟熊妹站旁边这样子，然后走。熊妹呢？熊妹去哪里了？然后我想说，我都讲话没关系，谢谢这样子，我超高音频的。然后走路，因为我走路不会像就脚张开开这样走路，就是有时候还是走直直的。但想说这个人要么就是学跳舞，要么就是感觉 gay gay 的这样子。你女朋友打一个是我的女朋友、哦。我叫过去，然后我们因为在找那个社工间的摊贩，我们经过那地方经过了三次，他三次都叫我帅哥，啊帅哥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第三次玩不完啊，第三次玩不完啊，熊妹不就特大号电灯泡，就不是吧？要如果我们是男女朋友的话，那他真的是电灯泡，但我们就不是啊。熊妹就当亲属，熊妹超高啊、欸，熊妹当亲属，笑死。爸爸被叫帅哥其实可以理解，刚才觉得笑死，什么傻眼，什么东西。好啦，玩啦，不行啊，就没不想玩那一摊啊，不想玩枪啊，就算了，就不是很想玩那一摊，那太多摊了，就是有去过其他摊，反正打都打不到，算了，打不到要奖品就算了。大家都说你们是情侣了，开始考虑娶啊？我们开始考虑觉得娶我啊？什么意思？这可能性傻眼。等一下，你们原本有在想这可能性的吗？太可爱了吧！他可能觉得你是那种很清秀小男生吧？太清秀了吧！我直接腿比旁边的比高举还要细。还是其实现在还蛮常这样，就是男朋友的腿比女朋友细很多很多这样子。趁高俊杰不在，快讲他坏话。高俊杰什么时候？下次什么时候直播？我下一次就不回家喽，超恐怖，哦也是有可能。其实没有，哦、不好意思，大家点破大家的情，大家的梦想，对不起哦。最近很爱釘他腿，啊就熟啦，熟就爱釘啊，他还会釘啊，他釘我干嘛？釘我直男，男生不可能，男生的腿比女生细。最近不是有时候看到梗图，就是男生男朋友吃一堆，然后腿很细，然后女朋友吃一点，然后腿超粗，就是蛮常看到这梗图的。那你怎么办？你穿短裤短袖去中华电信办事情，是不是给还是叫了？他、啊、就细，你很瘦啊！哎、欸，可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，你超帅，你超酷，就是女生以女生来说酷爆，但是男生的话很酷。对，杨小姐，笑死，明明就是女方，没有分好不好？我就朋友，也不是，她才是女生好不好？她演女生，只是她话比较少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她话蛮多的。粉丝里面就有男生比较细，嗯，对啊，其实男女是不是很极端啊，就是要么就是细到觉得说 Oh my god 这腿怎么这么细，要么就是一般般，哦有点粗这样子，会不会其实是这样，没有中间值。
还有两队，就不说里面粉丝里面就有男生比较细，还有两队我就不说是谁了。两队有两个推很细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现在念个排名。第十名是老沙 Solid， 第九名是 QQ 男子，第八名是思源，第七名是天蝎王，第六名是暗红，第五名是哈利，第四名是勇哥，第三名是水锤，第二名是变成新天柠檬，第一名是知法犯法。谢谢你们。你细到第一次知道是你在艺术打棒球当捕手的人都吓死了，都气烂这样子，一球撞过来然后就断掉。为什么会不会被撞死？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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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。然后不知道，就想说我现在又不是小朋友身材，感觉又不是说身材也很像男生，声音也很像男生，只是短头发而已。好啦，我知道我很帅，但是也不是这样子吧，性别的部分。台北都搭捷运吗？对啊，基本上是。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选择，学校很远，搭捷运比较快，公车太慢了。嗯哼，那我下次直播是四月一号早上，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。对，身材有像吗？不像啊，身材细细瘦瘦的啊。你们看 Reset 公演就觉得胖吗？还是你们可以翻以前的贴文？其实我很困的，就我肩膀很窄，我想要肩膀宽一点，这样至少这样。就是穿衣服看起来就会很少年感。对，我想要帅一点，但是没办法，肩膀不够宽。是要分手？傻眼。你都不敢说自己是台中三下之久了，你会说，等下你会说自己是台中三下之久，那我台东啊，你也可以当台中的啊，没有问题。对啊，麻油认证，傻眼。麻油是什么指标？请问，麻油的身材真的是哇，怎么可以这么夸张？可是其实撇除掉腿的话，我真是要下地狱。我很喜欢高圆觉的身材，撇除掉腿的话，对不起高圆觉，让我你想回家之后跟你道一百次歉，我直接下跪。但是我还是要讲，我不管。现在肩膀很棒啊，也是就溜肩啊，就是肩膀小小的。想要宽肩膀，穿衣服比较好看。偷偷告白，不算吧？这不算吧？这样算吗？云觉得说他的腿腿是性感的腿腿，什么鬼？你们会在一起吗？我们不会在一起啊。我们看起来像是在一起吗？对，像是在一起，算了。就是他肩膀是宽的，对，但是腿啊，大腿以上，膝盖以上很赞，膝盖以上非常的好，膝盖以下没关系。祝福你们。笑死，室内点眼药水，傻眼，笑死，看起来像，对啊，可是云觉比我扁了，肚子吗？他扁身呢、啊，他侧边看起来超级瘦，就是我是圆柱状的，他是长方形扁的这种感觉，侧边，这是比较浮夸一点的表示啊，但我是比较圆柱状，他是这样子比较扁的，所以他其实很瘦，但是他
它转正面看起来会比较宽，它是扁身。你觉得它比较高密？没关系，这个我告就好了。这个就交给我了吧。于轩，早安，开闸到，哎，开闸哦，嗯，就是这样。可是我已经很瘦了，没办法，我没有很瘦，先讲，我没有很瘦，肚子没有很瘦，肚子。一入一堆人凝绝啊一啊不哈一堆人云绝领口领口啊，就哦哈哦 ，OK OK OK 好，我们知道我知道这件事情了 ，OK 没有问题，好。它这有一种三角形的，它的背就很宽啊，然后就是个三角形的感觉啊，有一点点没有到很有腰，但是这边它我是就是直直的啊，我就是一个长方形跟两条细细的线这样子，这就是我的身躯就是个长方形，窄窄的长方形，然后两条细细的手臂这样子，可是它是三角形，然后细细手臂这样子，我觉得超赞的。总之先截图，没问题。肚子肉一点比较好躺啦，谁躺得到？请问谁可以躺？嗨，默默，默默早。那我感觉跟你身材蛮像的，就圆柱状的嘛。拜托不要，笑死。对啊，这个倒三角形就很赞啊！我希望我是这样的身材。但是有点难想象，可能要健身健很久吧。可是这里要怎么？到底要？到底要怎么练？这个练出这里有三角形啊？这块肌肉这个很难练嘞，难练嘞，背吗？哎，长方形手臂细长哦，对，你是这样没错。只是个人习惯 ，OK。第一张小白兔，早安，林早安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想想。哦，他屁股很翘。嗯。像麻油他们都会抓人家屁股啊。他我不知道他们有抓过高人爵屁股，如果他抓过，他一定感觉就是不知道，因为他感觉屁股比麻油常抓谁啊？瑞婷吗？还是谁？就觉得他在草组里面很少被麻油抓，但是麻油如果发现他的屁股，我觉得麻油一定会很喜欢。嗯，他有他的锁骨，可是现在我有锁骨，所以现在没有很羡慕他的锁骨。都是未成年，高允觉成年了，高允觉成年了好吗？他比我大，然后瑞婷是没有成年，没错啦。FBI， 妈哟，还是他抓谁？安安吗？不对啊，安安你没有成年啊，等一下，我不知道，反正马友很爱乱摸人家屁股，很少被马友抓，应该是考虑到瑞婷太小。没有啊，我是说高人爵，妈又很少抓高人爵，感觉，我不知道他们可能没有那么熟，我不知道，妈又都下手未成年啊，他就麻友啊，麻友就这样啊，他就麻友啊，麻友可以啦，他是麻友欸，什么早上就在开车。还好吧，这很车吗？好，差不多要下播了，我等一下要上学。嗯哼。林觉看起来很凶，马又看起来才凶吧。对啊，这不是 TV 粉都知道的秘密吗？对吧、啊？没错，没事做了，继续抽薪水，差不多啦。
我差不多要下播了，嗯，拜拜，等下要去学校了，大家也好好的过完这个礼拜就放春假了耶，yeah。 嗯，早点出门，好啦，拜拜。